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来到新店碧潭，今天是要来体验今年九月才新完工的碧潭自行车道，起点就在我后方的新店渡口，这边新建了一条水上自行车引道，那通过这个河段以后，可以衔接清潭溪的自行车道。好，那现在就出发了，自行车栈桥，禁止骑乘。这边有柳公圳引水时空的简介，地方人士也称它为大平林圳引水孔。哇，风景不错哎。前面这边是清潭溪河口，那自行车道会沿着新店溪的支流清潭溪，到前面绕到对岸去。前面接新屋路，那在这边右转。清潭溪口，新店溪。远处是清潭坝。这边是自行车道的终点。往屋来，我继续再往前骑一段好了。我想去看看小竹坑发电厂，将近十年没去了。接下来就由这边的巷道骑出去。接新屋路，取右上，前面接新屋路了，新屋路，哇，前面有一段上坡路，新屋路的车子开得蛮快的，这是纪念一位在新店溪为了救援受困的民众和英勇殉职的消防队员。小竹坑发电厂就在前面了，这当地著名的古厝，古厝建于1819年，嘉庆24年，那边还有标示出，1924年8月5号新店大水灾，就淹到画红线的位置，小竹坑发电厂到了。电厂旁边的这条巷道是昔日的曲池古道，在新屋公路还没有完工之前，这是以前通往乌来的主要的道路。旁边这边有一座纪念碑，我后面这座纪念碑是纪念民国40年小竹坑发电厂发生火灾的时候，一位叫做王连志的工程师，因为攀爬救火，不幸坠地重伤殉职。
我最近读到一本书《文明出来电：新店溪水力发电百年记》，就有提到小出坑电厂的这一场意外事件。书中提到，百年来新店溪的水力发电，许多都是我这十几年来在这个地区旅行登山曾经亲身见证过的。而这本书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，我读到后记的时候才惊讶的发现，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王顺威，就是当年殉职的王连志先生的孙女。王连志殉职时年仅28岁，王顺威的父亲是遗父子，所以王顺威当然也没有见过祖父，他完全不晓得祖父过去的事迹。直到2年多以前，王顺威在网络搜寻曲直古道资讯的时候，才偶然发现，在小出坑电厂门口外的路旁有一座纪念碑，上面就是刻着他祖父的名字，所以他因此才知道他祖父的事迹，从而循着祖父的足迹开始追索新店溪百年水力发电的历史，最后也促成这本书的诞生。这本书好看，所以我也在这边推荐给大家。我现在再继续往前一段，前面是小出坑生态绿廊，前面那边也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新店溪河岸风光。这边有个碉堡，新店溪流到这边的时候转了一个大弯，所以对面的地名叫做湾潭。骑往碧潭吊桥5.9公里，猫寻坑福德宫到了。猫寻坑福德宫这边也是一处展望点，这边的风景展望也很棒。这也是一处开车就可以抵达的景点。刚刚原本的规划就是骑到猫寻坑，然后原路折返。不过刚刚在路上看到指标，这边绕回碧潭吊桥，5.9公里而已。那刚刚遇到两位车友，他们是说这边过去还好，所以我就决定那我就继续骑，就绕一圈，从和美山那个方向回到碧潭吊桥，那就出发了。前面这边岔路取右行，往直潭路，往碧潭吊桥4.6公里。直潭净水厂，这座桥梁越过新店溪，待会要骑过那段爬坡，到最高点，越过去就是回到碧潭吊桥了。前面开始爬坡了。这段我还是用牵车的好了。终于抵达最高点了。开始骑下坡路了。我现在回到碧潭吊桥了，那今天碧潭自行车道之旅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